们议员也在对于你的这个所谓的区间调节或者我们的中心污染的一个防治，你的整个绩效是怎么样？跟刘院长讲一下，你看是你在这边改善的那个绩效是多少？我想这两年哈，我们的 AQI 大于小于100哈，我们已经超过80哈，比起之前都是改善蛮多。那在那个 PM2.5 的部分的话，去年是18.5哈，那在2018年的时候是20.1哈，其实我们都有改善。所以我们来讲的话，关键是市民在这个里面这个数据跟数字并不是买单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希望这个上面啊。我认为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包含台电新大厂它所排放的这个标准，你们都有一点高端相符的一个味道。这个加紧努力，加强查缉，好不好？加强查查，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我请教一下，民国83年、83年到现在一路走过来，我们也延续到我们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看到我们的所谓的焚化炉、掩埋场，在当时那个状况之下，有一个叫做名称叫做垃圾大战。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参与到吗？垃圾大战在西西姆掩埋场那一段时间是蛮严重的，那后来才会有新建4个焚化炉。那个时候在新建的时候就反复进行。你也造成了现在我们元高雄县最大的指标就是垃圾山，位坐于中文的那块空地上面的垃圾山，如果要住，你知道要花多少的代价？还有陈玉敏的北楼型掩埋场，这个都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个这个垃圾的产物。所以说，在这边本席今天要问到，目前来讲，从当时起到启用到现在。已经多少年？在中区跟南区还有仁武岗山，大概都是88年到90年左右的时间起造。起造是启用呢？启用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的，就是正式启用中区厂是在88年，南区厂在89年，仁武厂是在也是89年，那冈山是在90年起。好，这部分你讲的，既然你有这个数字的一个概念，我再请教。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报备明线？目前在环保署这边是没有一个规定的使用年限。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再请教你。那我们以南区作为一个标准，从南线烧了那么久的时候，这个焚化能不能观察？现在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办法观察，尤其是一般我们市民的垃圾是定点定时的，所以一定要在南区厂一定要有一个点位，随时可以让我们的垃圾车进场，就是说它到点是中央，那在南区这个中央的这个市民也饱受了20多年，这个是事实。可是现在的现实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说叫你立即观察或者期限观察，你能做得到吗？南区厂要观察，我觉得会比较困难一点。好，那既然这个样子，你政府既然有这个承担比较困难，这是今天我们在议事电台